快点，罗才刚，那个又有动静了。哪个？东中间那一个，中间那一个。赶快，赶快。你赶快把这那那那那又动起来了。啊！哎，中了，中了。不止李玉，李玉，等开，中了，中了，等开，慢抬，抬，慢慢，慢慢，不抬，中了，哎呀，很大的鱼哦，非常，哇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啊、哦，有，很大，自动抬的，哎呀，放下去马上就中鱼了啊，很快，哇哟，太快了，三只，那第三只老是拍不到，就速放速决，起来了。大这个，哎呀，你不抓不抓？你搞？哎，尝试。这么大的不断啊，这竿质量还不错啊。哇呀！嗯。要去买他几个木哎哦，说真的，我盖就好啊，拖地垫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嗨终于了，好，终于了。李玉，你走开一点。李玉，先别动，先别动。哇！上了，哎，收起啊，收起。阿奇，阿奇，那收起。收，关起来，都给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关起来，都给关起来，收，这里。走进去，走这边。很大的鱼，看一下啊，柴高自动海竿，哎，钓十几斤的草鱼都没问题啊，鱼是跑不了的。哇，那鱼竿这么弯，鱼都跑不了。哇！这一步小啊！你那个拍照的。嗯。哇！鱼这么大，地叉也不会跑。哇！哎呀！钓十几斤的大鱼完全没问题啊、哦！哇，劲好大哎！草鱼啊！哎呀，终于上来了！几个多倍啊，这个。这个比头上多倍啊！七里四斤大根的问题这样，嗯，真的不断竿哦，嗯，哇，轮都差点锁不住啊，那没事，好的，我刚才还是搞脚梁，哇，这里十几斤大鱼完全没问题哦，哎呀，咱们试一下，顺便试一下我们竿的质量哦。哎呀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！试一下，咱们顺便试一下我们竿的质量哦。不用抄网，徒手拉起十几斤的大草鱼哦。哎呀，轮都锁不住啊！哇，丝毫没问题哦，把它拖上岸，你看，啊，锁不住啊！摸摸摸摸，哎，等两摸，没差点，断了就断了，你看，丝毫没问题哦，不用插网，是轻轻把它拖上岸，哇，这样子不断。哇！又先拍一下这里，先拍一下，两个拍一拍，妈，拍一下，
没有没有没哇，瞧多大的鱼，又是自动海杆钓的嘞！哇，你看，太爽了！丰收啊，对呀，哦，我操，又钓下去了！一条红的还没落去，我不看，太大了！还有这个，两条，等一下，一起！哎呦呦呦呦，别让它跑了！一起，我不行，看这多爽！我靠！